冬天，朱自清。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，是以小洋锅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，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锅在洋炉子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，越显出豆腐的白。这是晚上，屋子老了，虽点着洋灯，也还是阴暗，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。洋炉子太高了，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屈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，但炉子实在太高了，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这并不是吃饭，只是玩儿。父亲说晚上冷，吃了大家暖和些。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，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又是冬天，记得是阴历11月16日晚上，跟 S 军 P 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。 S 军刚到杭州教书，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那晚月色真好，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。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，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。那时9点多了，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个华子，有点风，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，当间那一溜反光，像新压的银子。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，山下偶有一两星灯火。S 君口占两句诗道：树星灯火任渔村，淡墨轻描远带痕。我们都不大说话，只有均匀的桨声。我渐渐的快睡着了，屁君围了一下，才抬起眼皮，看见他在微笑。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，是阿弥陀佛的生日，那边蛮热闹的。到了寺里，殿上灯烛辉煌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，好像醒了一场梦。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 S 君还常常通着信， P 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，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，以后便没有消息。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，一家四口子。台州是个山城，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，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，晚上一片漆黑，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，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，但那是少极了。我们住在山脚下，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，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夏末到那里，春初便走，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。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我们住在楼上，书房临着大路，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，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，
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，想不到就在窗外。我们是外路人，除上学校去之外，常只在家里坐着。妻也惯了那寂寞，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。外面虽老是冬天，家里却老是春天。有一回我上街去，回来的时候，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，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人，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望着我，似乎台州空空的，只有我们四人，天地空空的，也只有我们四人。那时是民国十年，妻刚从家里出来，满自在。现在他死了快四年了，我却老记着他那微笑的影子。无论怎么冷，大风大雪，想到这些，我心上总是温暖的。